臣妾，今日起，宫中上下与皇上一同届时婚心。臣妾，我知道。你父皇已经五体抱恙，卧病在床，我怎么有心思吃得下这肉的？拿走，没味道。 查了吧，这我被人周游房了去。真要是怪你，还能给你送吃的。您这皇上最疼我了。本宫这头上有只凤簪，送给你，你要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不是您刚刚冲我，这样不是让我去拔他的凤钗吗？